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是吗？我未娶你未嫁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有问题吗？你是故意的。这花也是故意的吧？我承认，这间餐厅啊，是我特意为你选的。花儿，确实是个意外惊喜。惊喜？我以为上次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淑晴，你不要先每次都着急否定我的想法。我之所以选这间餐厅。 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，我们俩正正经经的谈一次恋爱，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。这种美好我不需要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和你的关系是建立在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基础之上。如果你还是不肯放弃公开的想法，那我们两个人只能是到此为止。我给你时间，你考虑清楚了告诉我。 如果你还是想要你说的那种美好，那你去找别人享受吧。乔广平，华盛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，23岁从国营纺织厂辞职下海。 经历30余年，终于打造了集服装、仓储、物流于一体的华盛集团。近年来还涉足了房地产领域。妻子谭丽是乔广平纺织厂的同事，两人结婚30多年来一直感情和睦。可一年前却突然协议离婚。离婚后，夫妻俩对外宣称仍是朋友和最好的合作伙伴，因而华盛一年前上市虽然受阻。 但内部并没有多大影响。2年前，乔广平中风，在家休养。林芳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做他的保健医生。一年后，他就和谭丽离婚了。现在，乔广平就住在林瑶老宅里，身边只有林芳从一个人。30多年的婚姻还比不上一个刚认识2年的人。所以我说嘛，婚姻是最不可靠的风险投资。 那只是个例外，我爸我妈都在一起30年了，他们的感情就很好。也许你爸你妈是个例外呢。乔云龙跟我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：1年前老两口离婚的时候，为了稳住公司董事，消除对公司的影响，他们俩有个约定，乔广平和林芳从3年内不能结婚。本来一切都好好的。 这次华盛集团上市的启动，乔广平临时变卦了。他提出要跟林芳从结婚，还要把他名下的一半股份送给他，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乔云龙原本是想瞒着所有人先上市再说，可没想到这件事被爆了出来，这一下他可难办了。答应老爸，估计上市又泡汤；坚决反对，又会被别人说成不孝子。 我已经让乔云龙尽快的和他父亲沟通，希望乔广平出来辟谣。老乔总会答应吗？总得试试吧。你们说这个林芳从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他跟乔广平在一起，人家说不公开，就能答应啊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整件事情从表面上来看，是乔家父子的矛盾，但其实唯一的受益人就是林芳从。所以这次乔广平的工作如果做不通，接下来。 我就要向林芳从下手了。路易斯，爆料人查出来是谁了吗？我跟老白软磨硬泡整整3个小时，就凭我们以前的交情，他应该早就交代了。说结果，他不告诉我。爆料人会不会就是林芳从？这件事情只有乔家几个人知道，乔云龙和谭丽肯定不能说。乔广平应该也不会，那剩下的只有林芳从了。安东，你和路易斯再去找一下老白。 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让老白说出来爆料人是谁。明白。江总，你去找一下谭丽。作为乔广平的前妻，还有华盛集团的第二大股东，我们得了解到当初他们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，还有他现在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。明白。
您好，您是哪位啊？我是华盛集团的公关顾问，我叫魏哲。公关顾问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是乔总的午睡时间，不能见客。我知道，我是特意选这个时间来的，因为我要见的不是乔董事长，而是您。这样行吗？行。我从来没这么干过，小时候一撒谎就会被我妈发现。你不是说要跟我学两招？那学两招也不能犯法呀。谁让你犯法了？放心，以你现在的造型啊，肯定没问题。再说了，名片我都背好了，老白肯定不会怀疑的。你只要把台词背熟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李先生，请坐。请。谢谢。找我有什么事说吧。乔董事长可能很快就会醒来，所以时间不多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告诉我，您到底想要什么？谭总，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愿意提起，但我还是想搞清楚，您和乔总为什么离的婚？你可以更直接一点，你是不是想知道我和乔总离婚是不是因为林芳丛，对吧？您很坦率。两年多前，老乔中风。公司的担子全都压在我和云龙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就从老家请了一个保健医生来照顾他。那个人就是林芳丛，一来二去，他们就好上了。一年前，您明明答应了谭总和小乔总提出的要求，就是不公开您和乔董事长的关系，为什么现在突然反悔了？说的直白些，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让你放弃和乔董事长结婚？我们夫妻的事情不能影响其他股东的利益，很可惜，这件事情以这样的形式公开，还是影响了华盛的上市。你认为是我怂恿老乔跟我结婚的？我要是你，我就会这么做。现在华盛集团在上市的节骨眼上，这个时候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，被接受的可能性都是最大的。老乔，我俩30年婚姻感情还是可以的，虽然最后我们分开了，但我还是希望他过得好。只是这次这个女人有点太过分了，她想要什么她可以直接说呀，在这个节骨眼上闹，胃口太大了。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，认为我就是为了钱，为了名分。是林芳从向乔总伸手要的股份，不然呢？老乔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他不是一个言而不信的人，更何况我们离婚的时候都是有承诺的，他不会说变就变的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尽可能的满足你提出的要求，当然别太过分就行，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帮到你的。姐，您就是我亲姐姐，我实在是不能告诉你爆料的是谁，你就放过我。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华盛集团的法律顾问徐东。你好，我是徐东。如果我想要的是你说的那些东西，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，更不用你来帮我。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和老乔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结婚是老乔主动提出来的，我也劝过他，让他别这么做，暂时缓一缓，可是他不听我的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林芳丛问心无愧。我今天来是受华盛集团乔云龙乔总的委托，正式给你发一份律师函，并且想与你就有关事宜进行沟通。律师函？你的这篇报道严重扭曲事实，捕风捉影，已经对我们华盛集团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现在我代表华盛集团要求你删除所有相关报道，并且公开道歉。我的这篇报道里的每个字都是实话，
我凭什么要删除？我凭什么要道歉？有谁能够证明你的报道都是真的？你有证据，还是你有证人？我们有理由怀疑你这是恶意诽谤，甚至是收了华盛竞争对手的贿赂，编造假的新闻，破坏华盛上市的计划。我没有，我的报道绝对真实。老乔要醒了，对不起，你得走了。打扰了。老白，别硬撑了，我跟徐律师啊好好说说，只要你肯把那篇报道撤销，一定不追究你的责任。要不然第一步就是给你发律师函，第二步就是去法院告你，到时候更麻烦。告到法院我也不怕，他乔云龙再怎么厉害还不得听他老子的。乔广平，回来啊！我以为你都忘记自己还有这么个家了呢。怎么会？我不但没忘了，还给你准备了惊喜。你看谁来了？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你呀！哎，叫人呢。哦，你好，马邦妮。在这不许叫我马邦妮。林肯突然上家里来，说要接我们来上海，给你个惊喜。你爸爸有事儿走不开，我就带你弟弟来了。你不是说想家吗 ？Surprise！ 阿姨邦威，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饭，我给你们做 lasagna。什么烂泥 ？lasagna， 我做的非常好吃，你们要尝一尝。亲爱的。你别做了吧，他们吃不惯西餐的。宝贝，我只会做这两菜，你还不让我露一手？阿姨，你们随便做啊。啊啊啊！妈，快坐吧。啊。是那老外说要把这儿当自己家的。嘘，你小点声，有没有礼貌啊你？要不是他请我，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哎，妈，你老实点，快给人放下，别摔了，快点。我们住哪个屋啊？妈，你给我来一下。我警告你，摔坏也给你赔不起。谁让你们不打声招呼就来的？林肯，林肯不让说的。哎，你跟那个林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什么叫结婚呀？不结婚就住到一起了？你小心人家占了你便宜，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。我的事情你别管，我是你妈，我还不能管了。你是我妈，可你什么时候管过我呀？我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是我自己赚来的。你又提这事儿，你这死丫头还记仇了你？当时咱家没钱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没钱，没钱，你能花20000块钱给马邦威交读高中的赞助费啊？我不交赞助费，他怎么上高中？他上不了高中，怎么上大学？还说呢，还不是你不懂事儿。一个女孩子上个技校学门手艺，然后嫁人就得了。跑到上海上什么大学？你以为咱家的钱都多得花不了了？好了，妈啊，我不想刚一见面就跟您吵架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这是寄人篱下，我顾不上你们的。这房子是林肯租的还是买的？听说这老房子挺贵的。
我就这么多现金，你拿着，明天带着马邦威出去转转，然后赶紧回家。我刚来你就赶我走啊？宝莉，给我抱个沙包。来了。要不要？给我倒杯水。膳食表，严格按照时间规律饮食。饼干50克，温牛奶250毫升，15粒杏仁。这也太具体了吧？作息表，你在上面写的好仔细呀、啊。一个女人能对一个男人这么用心，这必须得是真爱啊。也许我对林芳丛的猜测是错误的。我今天跟谭丽见面的时候，谭丽告诉我，她跟乔广平的感情一直不错。但如果真像她说的那样，她能这么平静地接受一个所谓的第三者吗？女强人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我不相信。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，乔广平他自己的态度到底是什么？总，有结果了吗？老白终于松口了，你打死都猜不到那个爆料人是谁。乔广平。魏总，你太神了。你也挺神的。我现在推测，这一切都是乔广平处心积虑自己给自己设的局。他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逼他儿子承认他和林芳丛结婚的这个事实。能说的不能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就求你一件事儿，在咱们公司上市之前，你能不能先把你结婚的事儿咱先缓一缓？等咱们华盛上市了，你别说把你一半股份给这女人，你就是把你全部的股份都给她，我也不拦着你，那是你的钱，你爱怎么造怎么造，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行不行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的事儿你们无权干涉。我已经定了，下星期四去民政局领证，股权转让当天生效。真是越老越有能耐的你，你跟你儿子耍什么无赖呀、啊、你？行，有本事你就这么干，我也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不信咱就试试。那个，老乔，你这样说就不合适了。咱们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，我怎么着都可以，可是你总得为儿子着想着想吧。现在股东们都在闹，万一这次上市又不成功，那你让儿子以后怎么在董事会立足啊？想接我的公司，你就得拿出真本事来。要是因为我结这个婚就上不了市，那证明你还是没本事。你真是老糊涂了，你爸啊！是不是那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了呀？我不管啊，我就知道这次华盛必须得上市成功。爸，你要是还认我这儿子，你要是还知道你是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你要还念在一块跟你打江山的那些老兄弟的情分上，咱们就开个新闻发布会，咱就辟个谣，咱就说这事儿根本就没有。就即便你现在已经跟这女人啊，跟她就结了婚了，领了证了，那也不能承认，这就是底线了。你现在的口气哪是我儿子，倒像是我爹。你刚才说我什么？老糊涂了。
笑话！我和我喜欢的女人结婚，凭什么藏着掖着？我还就不信了，我乔广平定的事，看谁敢拦着。嫌我碍事儿了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给那几个董事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我辞职，这个董事长我不干了。你来啊！说你老糊涂了，你这还真犯糊涂是不是？有我在，这事儿你就办不成。你把手机给我放下。看看你现在这样，你为一女人，你还有当爹的样吗？你今天敢拿着我手机出这个门，我就打断你腿！咱就说是，我不敢打你，我不敢打你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事用你这好人吗？行了行了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什么就你的错？你冲他来干什么？冲回来！我就冲他来，要没他还乱不了的。你个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也是你生的，乔广平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乔广平，对不起啊你。你也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能对你爸这种态度呢？那你怎么不看看他对我什么态度啊？你给他们把门关上。乔总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乔广平疯了。你们来的正合适，给你们安排一个紧急任务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负责看在这儿，不让乔广平和那女人离开这宅子半步。还有啊，那个手机、电脑我都给他没收了，不能让他们跟外界有任何联系。出什么事了？乔董事长闹着要辞职，这要让董事会知道，非天下大乱不可。真是的。乔董，那您的意思是把您的父亲软禁在这儿？哎，魏哲，你这词儿用得好啊！软禁，就是要把他软禁在这儿。你不是什么危机公关吗？现在这就是危机，这忙只有你能帮我。这忙我真帮不了。我没这个权利啊，这是犯法。犯什么法呀？我是他儿子，警察要真来了，你让他找我去。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华盛集团得像个漂亮大姑娘，风风光光的嫁出门去。现在有人捣乱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了你3000万，魏哲，我又没让你干别的，看个老头看不住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辛苦你们，辛苦了。老大，什么情况？真的要软禁乔广平了？那怎么办？拿了人家3000万，走得了吗？赶紧给安东打电话，让他和江总一起过来，咱们四个轮流值班。出事了！你感冒这么严重，要不先回去吧？没事，老大，我能坚持。你妈妈和弟弟呢？房间里休息了。那你晚上睡哪？沙发啊。要不你睡我房间，我睡沙发。不用麻烦了。你好像对我把你妈妈和弟弟接来不太高兴啊。没有啊，你做的挺好的。我们都好久没见了。那我看你对他们
不是很热情啊。我有吗？我怎么没觉得呀？你别多想了，我真的挺高兴的。如果你不高兴的话，我希望你能说出来 ，OK？ 当然了，再次谢谢你送给我的惊喜。那我先休息啊，你早点睡啊。晚安。晚安。怎么感觉这酒店空荡荡，都没什么人住啊？临瑶的酒店不年不节的，哪来那么多人呢？凑合住一晚吧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呀？我们又不是保安，也不是保姆，我们是公关人，为什么要看着他？好累啊！你可以不做，反正这单又不是我想接的。你要干得不开心，明天一早起来咱们俩就走。小心眼。行了，晚上好好睡一觉。明天就咱们俩值班了。啊？三天没动静了。各位亲爱的，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嗓子哑了，没办法直播了，特此请假一天。怎么突然生病了？要紧吗？说你别回消息啊！你三天没动静，我也没动静。刚才去前台要早餐券，突然就停电了。然后我问他们怎么回事，他们说啊，这是临时跳闸，这是经常停电。我跟你说啊，店没来之前你不许走，我害怕。哼，我要是现在自己回屋待着，我也瘆得慌。正好，咱们俩互相壮壮胆。你离我那么
远，干嘛呀？你靠近点呗。害怕？刚才你在外面吓我，我还你的。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？说。就是我们俩的事情没跟别人说吧？说了。你跟谁说了？路易斯。你怎么能告诉他呢？你放心，他是不会跟别人说的。那你呢？我跟帮你说。那咱俩扯平了。我特别想知道。路易斯是怎么说的呀？路易斯狠狠地批评了我，他认为我是个不靠谱的人，怕我会伤害到你，让我不要再来招惹你。他说的对。帮你怎么说的？没有啊，就他跟我说你是花花公子，一看就不靠谱，说我们俩不合适，让我离你远一点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他真这么说的？啊，真的。很显然，帮你不是很了解我。路易斯，我觉得有点怪。怎么了？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，你确定我们这样盯着人家没什么问题啊？你质疑我老大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我问你，是我们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吗？不是啊，乔云龙干的。我们监视他们生活了吗？他们睡在屋子里面，我们守在院子外面。貌似没有。我们限制他们的人生自由了吗？也没有啊，我们也不敢啊。还是啊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。哎呀，要我说你就回去休息吧，这有我一个人盯着就行。少啰嗦，给我拿瓶水。干嘛？吃药。给。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说。你上次说你有亲密恐惧症，跟女人太过亲热就会犯病，真的假的呀？我怎么觉得你是骗我的？这么一问，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儿了。其实那天以后，我反省了自己，我也在想，会不会是我从小到大都在自己骗自己？也许我根本没什么问题，都是自己给做出来的假象，我自己还相信了。
你看，我现在就很正常。也许我真的没病。骗子！来电了，那你早点休息吧。电来的真是时候。你醒了？几点了？6:22。平常熬夜都没那么难受，大概姿势不对。现在要是有杯咖啡就好。喝口维他命水，补充一下。谢谢。哎呦，哎呦，有情况吗？平安无事。快！怎么了，阿姨？老乔突然不舒服，现在呼吸困难，应该是过敏了。手机也被收走了，你们赶紧帮我打下120。快点！你先别着急，阿姨。江大林，哎，开门！怎么了？采光屏出事了，跟我走。换衣服。那我在楼下等你。好。问题还是很严重的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楚大夫。那我先回去一下啊。老乔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乔总怎么样了？都怪我，明知道他对花生过敏，前几天老家的亲戚送了几瓶自己做的花生酱，我还没来得及送人呢，放在冰箱里，谁知道被他搞混了，一吃就成这样了。林阿姨，您别自责了，乔总没事就行。啊，哎，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下，出来得及，老乔的医保卡在家里呢，我得去拿。那让安东陪您去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就可以。你们帮我看着乔总就行，谢谢了啊。等世界冒出嫩芽的声音，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。跳云的呼吸，小心。谁的心事揉成秘密，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，城市中那一些繁文如里，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，渺小却华丽，生无力表情。
去，终究退成离，这世界有太多孤独。